两岸文化同根同源，广大的台湾信众持续不断地到大陆各地的各祖庙进香交流，祭祖寻根，祈求平安，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精神需求，也体现了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。我们推进两岸交流，包括民间信仰交流，一以贯之。民进党当局多次无理阻挠两岸正常的宗教、民间信仰、文化交流，已经引起岛内广大公庙和信众的强烈不满。民进党当局污称妈祖等民间信仰是统战的工具，这是对两岸宗教界的极大不尊重，是对妈祖等民间信仰的亵渎。